暂停。问一下万山，5秒中断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打还是不打？3、2、1，幺，八，幺八八，这是哪个据点打的？ 潘天长，你在干嘛？报告营长，炮连3、1炮。我们这绝对是地空投啊！不炮，表弟说要再打1炮，把干脆打一打。我们这投啊，已经被全部关紧闭了。注意，再干1发。没有声，那他怎么会打呢？幺八八四六。 报告营长，3、1炮又发射1发，命中目标。叫3、1炮炮长上营部，各连长全部留下来。没有声音啊！没有声音！你们在打什么啦？啊！炮连长，你的枪带呢？ 报告，忘了带。他妈的，那你连脑袋怎么没忘了带啊？炮长，讯号中断了，为什么还开炮？报告连长，我是他妈营长。连长，你说。报告营长，演习是龙作战，当情况改变时，据点需发挥独立作战之精神，临机应变。 你们各位啊，讯号是中断的，你们有人收到停止射击的命令吗？没有。没有嘛？既然没有，当然就继续执行命令啊！万一打起仗了，讯号中断，你们难道都要等死吗？ 当然是独立作战，临机应变嘛！炮连长教得好，谢营长。放炮长倒休3天，奖励一下，列为教案。你们各连长回去好好把这件事情宣导一下。解散。报告师。 哎，林亮，我那个营长也是很厉害，你到底他这样也让他过？妈，差点被你害死啊！操！是，反正怎么那么你就……安装。我们是提个头来保你，好意思倒休3天啊？我要不倒休3天，鸡排好不好？ 还有3天让你爽，师傅，一箱，两箱。